大家好，大竹制造慈一跟大家见面了。啊，这个学期啊有一个新的开始啊，你看到后面呢，就是我们大学东京基督教大学呢有这个大学院刚刚开始了。你见到我手上的就是我想跟你分享的，这是上一个学期呢，我的成绩，就是有一个 A， 两个 A， 一个 B 加两个 C。继续为我的学业进步来祷告。这两个星期我在教会都要读经，而且整个星期日在崇拜之后，在崇拜之后我还要再跟大家开会，去准备下半年在教会里面崇拜的侍奉人员，请为我有好的祷告。整个学期开始了，每一个礼拜四我也要去有一个课要教英文的，为我的主力多多的祷告。在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，只是我想神透过我去祝福你们的，就是我的婚姻生活里面所领受到的福气。这些经文说，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，会和新娘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成长。我的体重也迈向70公斤了，只是神给我在婚姻之后最大的祝福。求神的祝福也临到你的意思。家族制造12跟大家见面。